好，可怜我命薄，求居十七载，泪洒奈何桥。娘子，我意已决，莫要怪我，也莫要拦我。楠楠，你怎么这样？我都要走了，你为什么还在笑？救我！王大人求见。等一下。对不起，楠楠。这玩意儿藏哪儿啊？哎呀！进来吧。臣王忠王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朕正在看书呢。皇上真是精进呐。您能倒着读。哎，皇上，您乃一国之君，不好好读书，此乃是昏君行径啊！皇上，不是，什么？您别过来，别！不是！快给皇上拿纸！不是，这不是，我没拉肚子。那这是南瓜，南瓜！皇上，您在南书房玩南瓜？这不是难上加难吗？昏君行径啊，皇上。